成雲皇帝诏曰，即日起 Steam 将会推出游戏嘅退款机制啊！无论系你班借文买错 game， 觉得只 game 唔好玩，定系奢望你部文书机可以开足 4K 玩 GTA， 只要你系买入游戏14日之内，然之后游戏时间又少于两个钟头，你都可以去 Steam Power 度申请退款。你仲可以选择退翻去边度，好似系 Visa、PayPal 又得 ，Steam Wallet 亦得。一星期之内，皇上就会派专人嚟俾翻钱你噶啦，咁似。你班成日卖错 game 中伏嘅蚁民，你仲唔快啲谢主隆恩？